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哈，那现在又是下午两点钟，我又是第一个来解盘的。那基本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首先先恭喜我的会员哦，这个礼拜我们又缴出非常非常非常亮丽的 SOA 成绩单。那当然我也在跟大家强调，其实你看我的节目，我跟一般投顾老师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哪里？我今天会给你第一个我的一个所谓看法和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不是在跟乱猜，什么叫乱猜？就好像这几天呢，你看到外资呢针对现货的部分开始出现反手做多，很多投顾老师跟你讲说呢，这个行情出现了第二只脚的状况。那我请问大家了，那今天呢，你下午大概看到外资的数字，外资至少卖超台北股市高达200亿，难道你看到外资出现转买为卖，你要告诉我你要崩盘的吗？基本上我一再跟我强调，你现在不要去乱猜行情，不要去乱赌行情。就像我举例一档股票3017奇隆，昨天是不是拉出一根扎扎实的长红 K 棒，而且收在最高高点？不是全台湾所有投顾老师都告诉你3017奇隆是伺服器相关概念个股吗？那结果呢？结果呢？你昨天跑去追，就今天往下跳水，盘中往上急拉的时候，你又跑去追，结果尾盘又收在最低点。我请问大家，到底要怎么办？那基本上呢，基本面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基本面没有改变，可是问题现在错在哪里？我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现在啊，应该讲未来啊，现在跟未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们为了生存，宁愿买鸡蛋，也不愿意买手机。你了解我的业水意思？这是通货膨胀之下它最恐怖的业水地方。个股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做完整报告。那我请问各位，这个礼拜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一个全胜呢？很简单，慢慢讲哦。这个你所看到是礼拜二的业水 PM 盘 ，PM 盘当时我跟你预告我做多，而且我的讯息都非常清楚，非常非常的一个明确，这样子很轻松，高达将近有150点。所以来到礼拜三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你我做多。只有礼拜三台北股市它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高点？不管从礼拜三的一个所谓 AM 盘到礼拜三的一个 PM 盘，我全部都做多，没问题吧？好，结果来到礼拜四的时候，昨天当所有的投顾老师跟你讲说，外资现货持续站在买方，就昨天早上台北股市，这是礼拜三的 PM 盘，没问题哦，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红色。结果昨天早上一个跳空开高，我请问大家，你们很明确的看到主力心态从红色变成绿色，从红色变成绿色，从红色变成绿色，代表主力心态它已经开始由多转空，就是因为主力心态由多转空。昨天晚上你看到美国股市打了上半场的好球，下半场杀到脱裤子，杀到人仰马翻。因为主力作手真是他爸爸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在前段时间，我欢迎大家了，直接去下载我的叶水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一个主力心态。就像我请问各位哦，今天呢，我先用今天的口讯马上给大家看，来来来，答案就出来，答案就出来，来来来，今天口讯，台北股市是开低，开低就往上做一个所谓急拉，急拉之后呢，它又做一个摁头，跌破平台颈线。就当它往下跌破平台颈线的时候，麻烦你去问你的叶水软体，因为我发现一般投资朋友，你们在股票市场，在指数期货市场，你们赚不到钱，最主要原因，你们会不断的变来变去。那问题为什么变来变去？因为很简单，你们所使用的是过去的传统的技术指标，不管包括 KD， 不管包括 MACD。那外面大部分的软体，我说过了，市场上70%的软体都是我写的。那我给他们的软体不可能包含主力心态，也不可能给他们多空防守价。我就是把 KD 指标，然后用成柱状图啊，红色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主力心态多，绿色代表主力心态空啊，这样子是不可能赚得到钱的。我只要请问大家，今天早上这个按头往下急杀的时候，麻烦你回答我，你的老师是带你做多还放空？如果说你的老师他是带你放空，我奉劝各位，你无论如何拜托大家，你一定要带枪投靠。第一件事，为什么带枪投靠？为什么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因为很简单，我昨天很清楚的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再一遍哦，从礼拜二的 PM 盘到礼拜三的早盘，礼拜三的 PM 盘都跟你预告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昨天早上的跳空开高，主力心态由多转空，导致于你可以发现美国股市大跌，导致于今天台北股市跳水。可是大家往下出现跳水的时候，我有没有在9:26的时候告诉我的会员871到860做多，而且我们的停损是压在20点以内，20点有没有被扫停损？你自己看呐、啊，9:26，9:28，当你看是暗头，我告诉我的会员做多，只有恭喜我的会员，今天轻轻松松又高达将近有一
130点。好，开始慢慢解盘喽。基本上呢，今天的药水收盘它是大于冠价，收盘它是大于 AC， 可是 OTC 指数，我说真的，世界无敌麻烦的。为什么讲世界无敌麻烦的呢？基本上，如果说你每天看我的药水节目，你都有做笔记，我只要请问各位哦，礼拜三台指期货拉最高来做结算， OTC 指数有没有拉？没有拉，完全都没有拉。那我再跟我强调，你今天在股票市场，你要把股票做得好，很简单，你不是说把大盘摆旁边，然后把个股摆在中间啊，你是要把大盘摆中间，个股摆旁边，你懂我意思吧？如果说 OTC 这么样不正的逻辑之下，你认为你手中的电子股会喷到外太空吗？好，来哦。所以说哦，你手中台积电，哎，台积电我好爽，台积电赚了70块。所以说，我还是老话一句哦，46个礼拜，46礼拜，下个礼拜就是47个礼拜，我们总共获利高达将近560万，你20万变560万哦，回收率是高达将近有30倍。我们是怎么做到？再跟我念一遍哦。借由主力心态，哎，我再给大家看更神奇，再这一定给大家看，这一定要给大家看，来。今天早上这是开盘前，我的传真稿，我在里面呢，我有提到多方价都在888，还有855，还有823都很重要。我们看到888、855，还有823都很重要啊。结果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最低低点823的，可是我没有买823呐、啊，我今天是买在871到860的，823是今天最低低点的，我没有买，谁肯买啊？靠，我要直接往下杀。可是有没有再次证明哈？为什么叫全方向的人？因为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我希望投资朋友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这个非常基础而且非常重要的专业知识。因为当你强化完之后，当台积电不能买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678块钱跟你预告台积电空，结果跌到565块钱，我跟你预告做多，只有3次的业水买进一档台积电，我们大赚70块，而且刚好涨到596块钱，没错吧？刚好涨到596块钱，结果呢，在上个礼拜四跟大家报告，我说台积电啊，如果说你看到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有没有看到好消息就是坏消息？结果上个礼拜是台积电法说会超级无敌亮眼的法说会，有没有变成法会？好，我想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四麻烦掉什么带？真的掉什么带？我们的传播带很好掉了，你到 YouTube 里面输入谢文恩，输入上个礼拜四，不是礼拜日，上个礼拜四的日期，就可以看到我上个礼拜四我怎么讲台积电法说会。那基本上你说老师啊，为什么你在上礼拜是说 good news 就是 bad news？ 啊， good news 是 bad news， good news 就 bad news， 因为很简单嘛，台积电的收盘是在空方防守价之下，懂我意思吧？那只有从此之后呢，台积电有涨过吗？所以很多人啊，我讲坦白的，不是你们说我们做短，我会更清楚跟你强调，你做更短。台积电去抢个短啊，赚个2块钱也走啊，赔个10块钱，赔个50块钱不走，现在是不是严重套牢了？是不是严重套牢了？所以说你整体的操作方向，你整体的操作策略，你要把它拟定清楚。就像很多人说电子股很难做，会难做吗？电子股会难做吗？来，你看我前阵绩效哦，来，包括什么6104的创维，包括353个台政科，台政科我们赚100块钱哦，甚至于包括6104创维赚107块，然后甚至从创维到哪里，这种叫什么？你错过太多。股票3035资源是第一档了，然后呢，再从3035资源到3707的叶水汉磊，再从汉磊一直到4919新唐，哎，新唐我们也大赚4只涨停板呢，我们也赚了4只涨停板呢。那我请问各位，再从新唐到3017的叶水奇宏，所以说再跟我念一遍哦，这些股票我就很快带回，很多人说笑死，你的节目节奏太快了，这过去的东西你要听着干嘛啦？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吗？时间回到过去，我告诉你啦，我也不当投顾老师了，把房子全部卖掉了，不要卖掉，拿去抵押啦。你看我本事买10000张华兴啊，我买10000张华兴，我会赚几亿，我可以赚几亿。你们想过这逻辑？那不是干话吗？所以说这种东西，我就很快带过去。智源我们赚87块钱，创维107，台政科100块钱，汉磊34块钱，新唐60块钱，市场涨停板哦。然后包括台电高达将近70块钱，好，开始喽。我请问各位，这礼拜我有没有做电子股？我有做电子股啊，我有做啊。上礼拜我就跟你预告啦、啊。哎，上礼拜几啊？随便的、啊。这天，还没戴口罩。哎，导播还没戴口罩是哪一天呢、啊？现在规定要戴，你们这边规定要戴口罩，还没戴口罩。礼拜一啊，礼拜二，礼拜一啦、啊，礼拜一号，礼拜开始戴口罩嘛？哦，礼拜一开始戴口罩，那、啊、是上班有上礼拜我没戴口罩。上礼拜3017起往下急杀，我做到股票完全没有遮。我妹妹今天多少人啊？
没都不想看的，反正打开不是三千多就五千多，随便的、啊。然后你看哦，三零一七旗宏，我要急杀，我告诉你，我买旗宏好。那我有买电子股、哦，我有买哦，我有买哦。好，那买完电子股之后往上急拉，哎，买完之后隔天快拉到涨停板的，哎，先跟你讲，哎，超屌的，超屌的，隔天拉到涨停板，我们卖出一半，啊？对呀、啊，啊，三七六六，啊，明天就被四七六六，啊，五七六六，就嘟嘟嘟嘟嘟就上去啦，啊，那个死亡的人数比较重要了，没有，现在看重症了、啊，看重症了、啊，因为要确定这个病毒它不会变种，这才最重要的。好，看我，结果呢，这边我告诉你，我卖出一半，因为月线的关键价嘛，然后我跟你讲说需要开盘大于108.75，好，结果呢，当它冲过108.75，昨天是拉出一根长黑棒，没错吧？昨天拉出一根长黑棒，好，来导播看时间，好啦，给你看，都给你看，都看，来，要星星的、啊，给你不用遮牌来，因为你们要挡住我自己亮牌哈，来9:04，9:04，9:04哦，3017旗宏。112全出，屌不屌？妹妹，不要帮我拍我了，我已经太厉害太屌了。今天9:04，哎，我是给你看完整的call讯哦。3017旗宏112全出，我赚钱，我荣耀，我的会员，光一档旗宏，我们赚了8块到9块钱。8块到9块，全部获利卖出，全部获利卖出。68.1域名加码买进，好，先把这拿掉，先把这拿掉，来，68.1域名加码买进。今天域名我有没有买次低？68.1这个价你不敢买，就亏我在节目当中连续讲三天的逻辑。好，等一下讲，那都等一下讲，来，现在注意旗宏。今天3017旗宏最高的高点。是9:04吗？不是吧，大概是10点还几点？我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不是涨到112，跌到107，然后马上发112出，我不做这种白痴的事情。我们在9:04，你收到的 call 讯就是9:04，112全出，今天最高高点112，收盘收107。好，我直接整套给你看哦。老师、啊、昨天旗宏图真的看起来很漂亮，我要开始波段布局，而且我也相信呢，伺服器它变成未来的一水主流的一水产品，所以不管包括旗宏，不管包括金像店，不管包括微影、啊、不管包括嘉泽、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干我屁事，我的会员来市场上他爸爸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好，看着我，我让你拿，我跟你讲了，现在、哦、很多投顾老师他们私底下就抱怨说，哦，现在好难收啊！废话，你们从以前已经骗了20几年，每天骗，负责买最低卖最高，1605华兴涨上来，每一个人都有华兴，1708东碱涨来，大家都有东碱啊！电子股在那边摆烂，给他腐烂嘛，给他腐烂，就像今天一个什么徐先生啊，哦，我想想看哦，他带枪投靠，他手中有一档股票。一档股票哦，两档啊，653爱普就不用讲了啦，一档叫8299群联，谢老师啊，8299群联要跌到什么时候啊？现在本益比这么样的低啊，对啊，群联本益比很低啊，我请问各位啊，1605华兴本益比很高啊，就是跑去放空华兴，被高到外太空，而忘了它的券值比高达38%。股票市场除了本益比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你要把它放进去，慢慢的考虑下去啊。不过、哦、我还是跟你玩大一点、啊、玩大一点，他们每个都说很难收，我觉得不会难收啊，反正你知道什么、哦、我这里很简单、啊、来再一遍、哦、我前一天我跟你预告说要开盘大于108.75嘛，108.75嘛、啊、结果呢昨天冲过去收多少万，我不在乎了。那结果呢，我昨天呢、今天早上呢9:04，我们112出清，好，那就收107，中间也差5块钱哦，哎，干若不出的话，10张差5万块，不会会骂死哦。好，听清楚哦。我问你啊，这根黑 K 棒，我要不要看到图说故事啊？那个是假突破变成真跌破，所以要崩盘的，不需要。我先讲一个逻辑给大家听。目前旗宏它的空方报价都在109.35。我如果是你，我手中有的礼拜一只要来到这个价位附近就砍掉，因为看不懂，一根长红 K 棒被一根长黑 K 棒吞噬，你要定义看不懂把它出掉。好，第二件事情哦，你手中有电子股的哈，你记得你一定要来找我，来，我来展现我的武器哦，
因为最近很多投资朋友他们带枪投靠，他们手中一定共有的族群就是来自于面板还有2303的联电。来，我先解友达就好了，我展现我的本事哦，我展现我本事哦。基本上哦，这一个月很多人说，谢老师你关键报告为什么没给我们，因为很简单，他的多方的防守价不太好抓，光一档股票我可能呢要抓一天的时间。等于说呢，你要去算哦，主力多头，等于说股票市场它本来就是有多头主力它的成本跟空头主力它的成本，那多头主力它的一个成本叫做箱型的底部，多头空头主力成本叫箱型顶部，好，这东西都认同哦，都认同哦。好，我来展现我的武器哦。2409友达哈，友达哈，每一个人都在问说，谢老师友达利空怎么这么样的多、啊、我也不去跟你讲说他今年赚多少钱啦、啊、我就告诉你多头主力的成本在哪里，落在 16.29， 所以答案出来了。你手中有3017的旗红，当然来到109这边你要自己要停损，你自己要停损获利随便你啊，随便你随便你啊。可是呢2409的一友达来到 16.29， 你要加码买进。哎，两者玩法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哦，还包括233的台积电、2303的联电、3545的敦泰、3545的敦泰、8261的富鼎，还有包括细创、包括联咏，你手中有 MOSFET、你手中有电子股的好朋友，相信一件事情，宁愿买鸡蛋不愿买手机。好，我讲讲很慢，可是当他来到了多头主力成本，你只能很无奈的接受自己去加码摊平。好，我讲的很慢，所以说你手中有电子股的一个问题，你记得要找我，我们电话码02-239-2398，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那当然呢，有关于软体的业绩部分就不用再多讲了哈，像昨天3545的一个所谓敦泰，它拉出一根红 K 棒，我还是告诉你它的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空，主力心态空的一个标的我就不用讲了。那你看到主力心态多的一个标的是不是这样子很清楚，不管包括1760的宝林富锦、1708的业绩东检，再从1605的业绩华兴，而且华兴这张股票真的很贱，你知道吗？不是说我说这我真的真的用贱可以了。你看哦，主力心态从绿色变红色，而且我们有一个中实指标了，中指标的话你看不看无所谓的、啊。好的，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的中实物指标，包括主力心态，包括中实物指标，两个同一天，同一天翻多了，差一天翻多，靠腰，现在券值比38%、欸、是要高到什么时候？好，你手中有这些股票的，你电子股比较严重啦、啊、如果你放空传统产业类股被电的，你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好，来继续讲下去哦。那么深威能的业绩部分，6806深威能，好，包括中心电，中心电我们获利冲一半哦，来听清楚哦。我昨天节目当中，我跟你讲哦，为什么我可以做到波段操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你看哦，为什么今天3017的旗红？我看我本子怎么写哈、哦？如果有，还真的要验证给你们看呢。我看一下哈，来，3017旗红啊，旗红，来，旗红哦，你们看不到没关系的。这是我们盘前的传真稿，我在里面哈，昨天旗红是一根长红 K 棒，我在里面写的多方防守价落在111.5。你今天直接用跳的方式，这本来就不能留，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A 操作逻辑。那同样的来，6806的深威能，好，讲第二天哦，继续再讲一遍哦，很多人问我说：“谢老师啊，我们深威能这样子好像很可惜耶啊！你127啊，昨天跳空开高，你出了一半，没错，你出了一半，没错啊。另外一半怎么办？那很简单啊，它的多方防守价落在113.7。我这样解盘，你们还去参加其他投顾老师，我也真的没办法了啦，我是这样解盘的啦，因为一般投顾老师呢，他是等涨的时候去追，就像昨天很多人去追什么3017旗红，很多人去追什么28强茂、4919新唐啊，今天全部被电了嘛。那我的做法很简单，你今天哦，不管电子股，不管传统产业类股，他们都只是一个代号，他让你赚钱嘛，你要利用他来赚钱，不然你来股票市场干什么？你干脆拿去买乐透，你中钱的机会还比较大。你去买2000块的刮刮乐，它的中奖率不是高达100%吗？那你随便刮最烂的状况，你可以拿500块回来啊，拿200块回来啊，啊，你来股票市场，你是输到脱裤子输到脱裤子
我要讲没错吧？哎，今天电子股在破底的股票还满山满谷，哎，好吧。我跟你讲，113.7嘛，老师傅啊，我不能收113吗？对，你可以收113，你收113你就死定了。我讲得很慢哦，讲得很慢，很清楚描述哦。因为现在哈，我说过了，今年的年初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我说啊，很多人认为虎年呐、啊、要虎虎生风。我是用虎烂这两个字跟大家做描述，我说这个老虎超级他爸爸无敌会虎烂的，他只是在走大箱型的区间震荡，就像我刚才所跟大家预告友达最终的买点，对不对？那你想知道老师啊，我的敦泰最终买点到底在哪里？我上一拜没跟你讲吗？自己看上一拜重播来。那你想要知道好朋友，我们电话号码023923988，好，那记得把航运类股讲清楚，航运类股创新高，好，没问题，华航创新高。然后呢，跟大家预告，我们买进2606的叶水域名，好，域名有预告，预告片在哪？预告片在哪？预告片在那边，来，预告片在那边，跟大家预告买进2606的一个域名。那域名呢，我们也赚了将近有13块。好，继续，还没完呢。那域名呢，在前天的节目，前天今天是礼拜五，我节目不会很乱吧？哎，我节目是连续剧哦，麻烦你把前天，今天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这是礼拜三我所给大家看的一个所谓重播带。因为礼拜三的域名，它就跟礼拜二的3017起红走势完全一模一样。那时候我不在开玩笑，我都是这样上去，然后垂直杀下来，上去垂直杀下来。我要跟你预告，我说需要开盘大于67.9，这是礼拜三的节目。好，结果呢？昨天我很清楚跟你预告，昨天这是昨天嘛？这是昨天的call讯哦，都没完全没有盖牌哦。我跟你预告，我68.1，我还在加码买进2606的域名。好啊，昨天起红111块钱持续买进，没有成交，那成交也好。如果成交，我今天卖112，我也赚2块钱。所以说一档成起红，我就赚了10块钱，我又赚了一涨停板。所以说你说电子股很难做，我电子股赚钱呐、啊。哎、啊，为什么除了脱裤子？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多空跑价。那请问各位，我请问各位再一遍哦。昨天这个点我还跟大家报告过哦。这是礼拜三的节目，礼拜三跟你预告67.9叫做空跑价，因为这是礼拜三的2606玉米啊，说这样子，这种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好，上去下来，我没有走，我都没有走，没有走，一个靠，要看，你看到涨停板，你会想走，你想走，我这很诚实啦。就奇宏那天涨停板的时候，那是因为我盘前挂110，我先卖出一半啊，同样的来啊，67.9，那昨天冲高之后往下杀，为什么68.1再买？因为67.9又再来一遍，看到没？67.9，我本来是倒梯来，再学起来哦。倒梯制线，它所计算出来的空方防守价落在67.9。那67.9呢？我昨天冲过去之后，67.9当然就变成多方防守价，没问题哦，没问题哦，好，没问题哦。来，继续，来看今天 call 讯哦，今天 call 讯哦，今天这第几通？哎，刚刚玉明看过了哈，3017奇宏，来奇宏112全出，2606玉明68.1加码买嘛，68.1加码，有看到68.1加码，看到68.1，今天就你这边就这边，68.1有没有杀起来？有。那谢老师为什么买68.1？看你今天最低低点又67.9啦，很好玩哦，他光一个67.9的液水价格，他可以玩几天？昨天玩一次。今天再玩一次，那67.9，所以说很多人说哦，谢老师，你的东西好像很厉害，那你认为厉不厉害吗？我不需要去跟你分析，好、哦，就好像很多人分析电子股，分析到最后垮掉了嘛。这样我举个例子好了，2497的以利电，有投顾老师做多，有投顾老师放空、欸，放空，那做多的一个所谓老师跟你讲说 AR VR 什么虚拟扩增实境，那放空的老师跟你讲均线盖头反压，那请问各位，你要相信谁？一般人会相信做多老师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喜欢听基本面嘛，不喜欢看均线嘛。好，因为基本面才会玩到嘛。那不管嘛，那至少放空老师到今天收盘他是对的、啊。我这样讲没错吧？好，来继续哦。68.1有没有成交？又68.1，看我早知道挂67.9，真我白痴。早知道挂67.9，六七点九，68.1成交哈。68.1成交完之后，来看图哦。来9:59，9:59，9:59。2066域名68.1买的部位69.2到69.5，当冲一半，全部成交，2606的域名32.3买进，哎，看到
这是2606 26靠腰了，2606域名，2605星星，好，星星，然后星星来这个冲上去之后往下急杀，买这边，买这边，买这边，32.3加码进，加码进，然后有没有到33？收盘收多少？收33，又拉上去了，又拉上去了，有没有看到？然后2611 68.1的69.2到69.5，这有出道，这有出道，这有出道，自己对时间了，9:59发的口讯。我请问各位，会很忙吗？不会呀、啊。现在这个行情，我难道我星星跟域名，我礼拜一不能马上翻脸吗？可以啊。然后呢，来来来，然后266域名69.2当中，然后2606 2622星星33到33.4冲一半，今天几分？10:20。那请问各位啊，今天当中我全胜呢、啊？域名赚钱，2605星星我也赚钱。好，再听清楚哦，老师，阿里股票做慢了呢，拍谁啦？我给的股票哈，我很骄傲的告诉你啦，你要买100张，你要买1000张，包括3017奇隆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好，你要买1000张，你要卖1000张，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好，你嫌慢，给你快一点的股票，来，先快一点的股票，来，2607荣誉。所以今天买进完之后，今天2607荣运有没有拉涨停板？有拉涨停板？有拉涨？老师，荣运不是做散装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啦？我当时我是全台湾基本面最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荣运持有长荣、持有阳明、持有很多土地啊？只是懒得扣那么多，直接扣散装比较快啦。啊，至少不会错字嘛，那错字。啊，今天涨停板，今天涨停板，啊，那么简单的，好，开始解了，来解了。这是今天哈。戴口罩真辛苦，空话价落在279.77，279.77，清楚哦。今天运输类指数它的收盘有没有收大于279.77？没有。来，代表航运类股、航空类股、BDI 概念股，下个礼拜全部要震荡。好，来。第二张图卡，图卡好像忘了放上去，我时间真的有点赶了。好，来，很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航运、航空 BDI 的利多。航运的部分不用我讲了，低本益比、高殖利率；航空的部分不用我讲了，现在全世界各国陆陆续续解封 ，BDI 也是散装概念股，好，散装概念股不用我讲了，因为很简单，现在不管包括政府。不管包括公司行号，他们都很怕通货膨胀或 escalate。如果一直 escalate 这样上去的逻辑之下，我请问大家，我现在要不要赶快抢金属？抢什么？铁矿砂？要不要抢煤？要不要抢汽油？要不要抢黄？要不要抢小？要不要抢玉？黄小玉、铁矿砂基本的生产原料都需要用到 BDI。讲完了，已经讲完了。需要去讲什么基本面赚多少钱了吗？不用吧，来股票市场难道奇宏赚的会比较少吗？难道4919新潭3532台生科赚的会比较少吗？你来市场上你唯一的目的真是他爸爸为了一个所谓赚钱，为了一个操作逻辑。那今天全台湾你能找到任何一个投顾老师，哎，我每天我的call讯我都给你看呢，跟你对时对价，这去哪边你要找到这样的老师啊？哎，这是有进有出哎！哎，今天3017的奇隆在9:04就已经通知112全处获利卖出，对不对？然后呢，2606的域名58.1、57.9已经连续跟你讲了两天时间了。股票不用遮，而且连多空防守价，我都在节目当中事前免费去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预告。那你还要什么老师？那今天哈，两件事情听清楚哦。这件事情呢，我刚刚也展现出我的武器嘛，你要展现出你的本事嘛。就像俄国说，他们最新的一个飞弹导弹呐、啊，可以把法国全部夷为平地。好、哦，有昨天的新闻嘛，说把法国全部夷为平地。那我俄罗斯展现出他的武器，他的核子武器，我也展示出就我的武器了嘛，我也展现出我的诚意了嘛。然后讲给你听啊，2409友达主力的成本是都在16.29。来到这一个点，它是买点，它绝对不是卖点。不过相信我啦，来到16.29，应该所有人裤子脱一脱之后，连大便都不想大，赶快跑逃命了。然后逃完命之后，可能四隔五个月之后，友达又涨回20块钱，可能就撞墙了。不要说我没跟你预告哦。
是说你手中有电子股的一个好朋友，就短线的部分，你要利用旗宏那一招，来到空方防守价109.35，站在卖方。就长线的夜水角度，你要知道它的多方防守价。那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写完这个关键报告。所以说，如果说你手中有电子股的好朋友，你想要知道他们的多方防守价，电话号码02239398。那如果说你每天看我节目，你认同我谢天谢地谢文，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事前免费预告，事后让大家得到完整验证。如何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同步拥有主力心态，改变你的人生，拥有我们讯息，请拨02239239888。最后祝大家，我以后讲话速度要这么慢哦。假期愉快，我们周一再见。